是他们。超级巨星红白艺人大赏，1月27号我们小巨蛋见。好的，现在呢我们要先来全宇宙第一个公布的人，就要先跟你公布我们今年红白的嘉宾。我是第一个公布的吗？对，海外嘉宾，因为民众都还不知道。好好 好 好 OK， 在我的 iPad 里面咯，就是他们 PSP 那么夸张哦，真的假的啦？不可能呢，他已经原地爆炸了，我在吓到哎、欸，好开心哦、喔！天哪，太棒了，好幸运可以看到他们！蹦蹦蹦蹦蹦，对对对对，蹦蹦蹦，可以可以可以！